这个怎么长得不太一样？好像。这个是 raspberry 吗？你再看一次。覆盆梅啊。是 raspberry 吗？那就拿一盒。为什么它长得那么神奇？跟美国差那么多。盆子啊。raspberry。OK OK。把它的 discount。那你就拿它的 discount。不知道哎，我们再来。哇塞，等它贴完标刚好。Yeah。在。